父王唤我到此，可是有何要事？虎儿免礼，为父只是心中有些烦闷，想找虎儿谈心。此番出行一路不少见闻，不知虎儿有何感想？感想，你只要是男的实况主，除了或者是 YouTuber 哈，基本都是想办法让自己变大，也没有别的见闻，变成订阅数比较多。是不推荐，只听着贺兰不推荐。我前天推荐一个朋友玩，他知道是战旗，直接说没兴趣，表情符号难过。战旗毕竟算小众游戏啊。那创命除了上风吗？第二只奶要配哪个？谁比较万用？不开心了，太冤，太冤李立。我有心思与女儿发这通牢骚。倒不如差人赴宿州，褫夺了那贺兰铁汗统领的权职去。对，太原有意思。我是你父亲，也是你父王，更是大夏皇帝。嗯，你是银川公主，大夏贵胄，万民。所以说我才希望说大家多订阅啦，所行皆因为多订阅，多帮忙看广告。您是大夏帝王，对，国之父，这样可能对我本身比较有帮助一点。所想皆因为黎民忧虑。你，凤儿。你须得记住一件事，因为朝堂权谋护不得，大部分人还是会看看你的流量嘛。